现在是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，然后天气预报显示现在是经度百是4度左右早上，然后我们准备上山。昨天开了2辆车来，然后今天要上山，打算就总共7个人刚好并一辆车。整个都变了，你看那个路桩都变红色的了，警示。漂亮，一晚拍点照片。哦，对哈、哦，没有照片。可以堆个雪人，我还带了胡萝卜可以当鼻子。踩下去看一下，医生踩下去我看一下。呜、哦、哇，起来我堆一个雪人呀，妈妈一会儿堆好吗？我们先去玩，再玩几次滑滑。这边孩子，嗯，哎呦哎呦，刘叔准备，胡萝卜，插得进去吗？用力一点。再一个扣子。然后，这个眼睛扣，要先把它抠掉。OK， 好。圆的在外面，圆的在外面，嗯，圆的朝外。哎 ，OK， 加固一下，没事，好了 ，good job。另外一边眼睛，这是你，我穿了个大袍子，那边。哎，医生，另外一个巧克力，这个抠出口，好着俩，过来插一个手，过来插一个手，给 Olive 扎一个手。放在这边，放在这边，对。好浪费呀、啊！哎、居然拿一个这么大的巧克力，戴眼睛。嗯、还要纽扣。OK， 我看一下雪人的正面。耶、yeah! ！
了，雪人的眼睛跟鼻子又被我们给拿走了。我们去跟他们汇合，等一下可以再次利用。飞起来的，是不是啊？没有，这个太不高了，太慢了。不够动力。不够动力，不够滑。不够高啊。来弄，来给你弄。哟，这么多人看完，起码要滑。哇，笑死我了！滑就行。对，快交到前面。哈哈。展开看看。我烦你。没事，你手左右两边撑就好了。太厉害了！啊，吓死了！啊，哎呦，真好！滑的厉害的呀！准备拿着手机滑下去，着了 ！Oh my god！ 着了！着了！要推到你吗？推一下吧，爸爸推一下医生可以吗？轻轻的推吧。哎呦，来往上坡推。哦。听话。哎呀，我去！哎呀！腿啊，这是抱大腿吗，医生？个抱大腿的娃。一点儿，一点儿。哎。打爸爸屁股。来呀，小玉，打这个。爸爸有盾牌，医生。OK， 今天晚上都给我爸发的。哦。
这车换一个，前面一辆车的距离。